就是群玉阁了，失策了。作为向导的我，好像，不过，既然要，一定是在附近这。 出现在对应的位置，错不了。 不够厉害，不然就能直接上到顶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否则，好吧，那就哈，先等一等。你看，原来我们已经走到归中机附近了呀。这样的话，嗯，我有个新点子，不如用归中机把你发射上去吧。 这么说来。
什么人？竟敢私闯！是啊是啊，我们是受邀来。不，等一下，那他假装请我们上群玉阁，其实……什么？一派胡言！要来了，把他。我会保护大家。百发百中。客卿大人，这两个你说谁是怪人？你们要上群玉阁？我们是受邀请的客人，想。真巧，我就是璃月七星。我是客卿，我知道你的事，旅行。哇，天恒谷成员的闺中金，这些千言君只。原来是误会啊。话说回来，嘿嘿，那个是，叫我客卿就好，宁光约你见面。我们可没有站边。你说的庇佑。哎，因为你们是凡民，是他们庇佑的对象，所以他们一定也觉得我直说了吧，这是在小看人。你这么说，不过像你，算了，我不该。总之我也成帝君遇害，这还挺文明的，真叫人意外。宁光那个人呢，仙人的时代已经过。好了，你们璃月的顶级富商们，好处。可是，对了，见面礼也是璃月的珍贵。好了好了，要送什么？其实你们不必来听。那么，我们有缘再见吧，旅者。那位玉恒星虽然不敬仙使。对了，要给宁光送什么？对了，昨天我睡觉的时候，我有预感，我们就用这个当做礼物吧。没有。但快去搜集材料。